Hello， 我又来到康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儿晚上听说这一排有20几个人，这都得鱼了，所以我今天又忍不住又跑过来了。今天不错哦，就只有堂主他舅在这里，其他都没有，任我选。我今天住在这一吊了，老公那里，我这里，开干。 好帅呀，钓罗非嘛，这里最多的就是罗非，但是白天钓罗非很难钓，而且很多小罗非闹，我还是看得动料，甘味腥味的各一半，开少一点，然后再用大斧手给它收水，就把这个料搓得硬硬的。 我嫂子在，姑姑打的吗？没有。整压手啊？哦，你也要。哦，你也要。哈哈。要干了，要打，试试看有没得鱼过来。啊，你打多，也开始慢慢打。你看这个二旺，现在是几点钟？它开始下水了，已经晒成个背篼人了。 你看，这是不是个二货？给我们晒。没口，我现在用纯冻料，再加点虾粉试试看。这里的罗非好像被冻料给灌坏了。 干嘛？人家白天钓条罗非的。钓条罗非。可以咯，咁你来只罗非得了。嗯。一人一半呢，分咯。哎，买咗位个。买咗位。买咗位。大当年打阵，打另外一边阵钓啊。哟，我也中了。你也中了。哟哟哟哟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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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。恭喜。哎。哟，中了。 哇，好大好大，好大哦！哇，有两斤重哦，喂，两斤重，杭州，哈哈哈哈哈，这老公家畜的，不错哦，还是正口的，嗯，这个料可以啊，这个料可以啊，嗯，可以，那个料，哇。 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如果哦，满人了，吓到自己了，哎呀呀呀！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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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萧就位。要不就换那个杆子，哇，好软啊！
扣下面连跑三口，我上面一口都没有。哦，中了！这回一定要投中，真的要用大力马才行。小虾终于中一条了，他用那个1.5的，还有0.8的那个罗非线都不行，秒切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后来换了1号的大力马才把它拉上来，也不大，1斤多，但是力量特别特别大。给我就好了，很重。哎呀，哎，大家看，就这么大的鱼，力道有多大？哎，它跑了，这个伞太挡了。阿达刚刚下完班，又赶过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，真的我快饿死了。我中饭来的，我都不会钓鱼的。大家都说了，阿达那个钓鱼就是一般般的。我不是来钓鱼的。